这面实在是太棒了啊！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广场这边了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看可以跟我转一圈，你看一看周围的这个景色啊，真的很棒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那几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楼，大家都清楚的知道这个颜色很独特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呢是它这个也是一些楼，这个是吧？但是这个很漂亮啊，这个是教堂。哎呀，这边的景致真是不错呀。我觉得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啊！我觉得500年前这儿就应该是这样，500年后区别不大啊。这边还有很多马车。哎呀，这是出门在外没人帮照相是最他妈苦逼的一件事情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池子，这有水吗？这池子已经干枯了，没有水了。哎，这个台子倒不错，我可以在这儿照。哎，这个高度还正好。试一下，在这儿支一下我的三。